台中，好不好？哇！花落台中哈，花落台中，所以有心的好朋友哈，热烈追求。那另外李阳哈，他已经名花有主了哈。那我希望你们蜜月的时候来台中。耶！我两个都有给他们一个就是就是邀请哈。一个邀请就是一个呢，希望玉婷花落台中，那希望李阳来台中度蜜月。OK， 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那接下来我们要请我们的好，我们媒体朋友这边他们先让他们拍一下哈，谢谢。来，市长说希望玉婷花落台中，台中都有阳光活力的大男孩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李阳一定要记得来到石冈度度蜜月，再做一次热气球。好 ，OK。好，我们看一下这个摄影师，我们的官方摄影师。好，谢谢。来，接下来请工作人员，我们来跟着我们前往左手边。